请来报名。是越南人，就来台湾了，来这边花了20年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今天介绍就是半南街，半南街它就好像那个果冻的甜点，对，那个甜点叫那个甜点，等一下就可以吃的啦。对，那甜点，因为我们就是用天然的，没有用那个化学的东西，对身体会健康一点。还有这种，这种是紫苏叶，对，就是这个啦。就是这个，它的菜色用这个叶子来做的，所以我们打成果汁，我们拿它的那果汁的那个叶子，对，拿颜色的，绿色的。还有这种，这种，奶油，对，奶油，那个奶油，姐姐看看，奶油。可以，好好，有通过了。像这种栗子酥，栗子酥我们是越南的包春节，对，它是干的。对对，我们越南很有名的春节包春节，它可以熟收那个味道，海鲜的味道，它可以有别的味道。像我们这个也是，我们可以蒸汤、煮汤、炖汤都可以。